series。道奇投手 Walker Buehler 三振，洋基打者 Alex Verdugo 就是这颗关键球，让洛杉矶道奇队拿下第八座世界大赛冠军。球员们高举奖杯欢呼，蜂王瞬间大谷翔平是直接跳出牛棚，朝场中央奔去，喜悦全写在脸上。洛杉矶街头绽放烟火，餐厅内球迷兴奋的又叫又跳，位在东京的日本球迷同步守着电视。但对大谷翔平来说，这一刻他已经等了12年。このチームに来て1年目で、こういう結果に、立ち会えて。大谷翔平高三就曾写下人生目标，希望26岁那年结婚，并在世界大赛夺冠。虽然玩了几年，但总算美梦成真。世界赛第五战，道奇反败为胜，从一度落后5分急起直追，反超洋基，以7-6拿下胜利。MVP 人选众望所归，就是一垒手 Freddie Freeman。尽管4局上被洋基 Aaron Judge 超人飞扑接杀，但他5场比赛敲出4轰，贡献12分打点，拿下15年职业生涯第2座世界冠军，首度被获选为 MVP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